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48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 SS Game Edition 系列的第一号 Bumblebee。大黄蜂真的是 Hasbro 的亲儿子，又是把它放在了第一个编号 Wolf Cybertron 里头的一个造型。我手边呢有当年2010年左右推出的那一款旧版，但是我今天早上我翻了很久，我找不到那款玩具。不知道被我收到哪里去啊，就音波啊 Atomos Prime Megatron 都找得到，唯独大黄蜂不知道拿去哪里了。所以今天的话也没有办法给大家跟旧版做一个一个比较。那它这个造型的话呢，跟大黄蜂电影里头的样子也是不同的。那我自己对这个形象也是算是比较有好感，跟旧版本差不多的一个身形，那体格有缩小，那当然塑胶啊零件都是有减少的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款的话呢，首先它的替换武器呢居然有两个啊，一个是尖形的枪，一个是大炮型。那手臂的话一样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拆下来，那我们就展示一下啊，这个火炮装上去之后的一个形象啊，依然是感觉短了一点啊，似乎是少了一段的胳膊的样子。那装上枪啊，其实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啊，总觉得这个武器还是都太小了啊。那知道一下就行了啊，替换武器呢是这一个系列的一个卖点啊。当时做 OP 的时候呢啊，居然不知道啊。那它的一个短剑的话没有任何的涂装，上面有一些赛星的，像是赛星符号的东西吧啊。那这里如果你不想把它放在手上的话呢啊，一样可以把它背在后面，它后面都有这个插孔武器啊什么的，都可以完美的收纳在背后。其实这个人物即便都不拿武器呢，感觉是挺帅的。他的头啊，他的这个身形又是斜一个角，所以经常呢他是一个低头的一个状态，其实看上去还蛮酷的。但是大黄蜂的话这样子好像是不是帅过头啊。面雕的话呢跟旧版本呢印象中是差不多，眼珠子也是很漂亮的 MP10 的水蓝色。但是这款玩具啊，它有几个地方呢容易出现白痕，待会变形的时候再跟各位说啊，因为它的变形是相当的有难度的。然后手臂的可动度啊，360度的旋转，二头肌可以转动手肘，那拳头可以往内折，但是这是变形的需要啊。腰身可以转动，脚前后左右侧踢没有问题，虽然是一个球形关节，但是目前来讲紧实度还算可以。那脚踝的接地啊是往外而不是往内啊，这个是变形的时候的一个折叠。然后本身的大小尺寸呢也是比较标准的，对 LUX 等级啊，身高差不多。那我们跟他的这个老大 OP 放在一起，这个身形比例应该也是蛮搭配的。那跟他的死对头，不对，在电影真人电影是了，但是在电玩系里头可能就没有了啊。做一下简单的身高对比。那塑胶的话，各位从这个身上的光泽来看，其实也不是很差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他的变形好了啊。首先的话呢，他的这个肩膀这个造型啊，我建议这个时候把它给推成这个形状，推到底，推过来啊，推到底，然后呢拳头往内折进来，然后这个部件啊翻到这边。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，转过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以防万一，你可以先把腰部旋转180度啊，先记得翻了。然后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，它这里是有一个灰色的凸，扣进这里有一个黄色的凹。那么这一块部件很容易掉下来，以我手上这款是很容易去掉的。然后肚子这个地方把它直接的把它给往上挑上去，从这个地方把它给往上挑出去。挑出去之后呢，这里啊挑出来之后，我们先把整个部件往上面提上来，把这块部件给推出去啊，从这个孔这里把它给推出去之后，记得要整片推出去啊，整片推出去。这边你看要超过灰色的部件，这里把它整个给推出去。好，整个推出去之后，接下来怎么做呢？我的做法是这样子，这块部件啊已经推到这个形状之后，把它整个从这个地方斜斜的给推进去。推进去之后记得请注意一下，这一块部件呢不要让它滑进去，让它往外面滑一点。你滑进去之后呢啊，后面你会很难做一个结合。然后这个手转向一个方向，这一片部件本来在里头的，把它挑出来之后，这里顺势往上面提上来，然后呢就把它给合并到轮胎这个位置，把它给合并进去到这里。好，卡进去。那这里要注意了，像这个时候就 NG 了，这个跑到这个角度你基本上就很难调整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，一定请务必的把它给调整在外侧啊，请务必把它调整在外侧这边，记得。那这里这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，把它给推进去，然后呢二头肌做个转动，
这一片部件挑出来。而这款玩具以现在的 Deluxe 等级来说，它的变形可以说是相当有难度的啊，相当有难度的。这个地方你看又跑出去了，这样子一定是不行的。好，请记得把它维持在靠外侧。好，然后这块部件啊很容易掉，它这里是一个 C 型扣，我直接给各位看一下好了。它这个 C 型扣这里，而且你看它已经有点小变形了，所以它一个不小心可能一掰可能会断掉啊，这个是有可能的。我先跟各位提一下，这个是我目前啊遇到这款玩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。你看它基本上已经很危险了，很危险了。然后这个腿的变形呢，也是它一个很精妙的一个地方。首先的话呢，它腿部是折这样的，那记得哦，这个你看，我觉得这个地方觉得有点危险了，它这个好像容易会断掉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已经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小危险，我先这样把它卡这样好了。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们是把这个不对，它是折进来之后呢是朝这个角度过来，你看到没有，这里有两个黄色的凸，它要扣进这里一个两个洞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提到说为什么这一块部件不能让它陷进去，你一旦让它陷进去之后呢，这个地方你会基本上会很难扣到。好，那在这个情况下呢，记得腰部这里本来有个铆钉，这里这个部件是要往上推上去的，这个时候再过来到这边。好，那这里呢还有一个部件要折，这里折过来，这个部件翻出去折进来，这里折进来到这边。好，目前的话呢到这里。好，我们先示范一下，把这边给扣上去好了。这个地方就是我说一再强调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给挪控制在靠外侧，就是一定要记得把它给推在外侧啊。这个有一点点需要练习了，有一点需要练习。然后这一侧我们一样的变形方式啊，这里注意了啊，先从这个地方反折进来之后，然后我们这两个是要结合的位置，等一下到这边来，所以把它往这个方向折过来。那这里脚这个地方推过来，这边进来，这个地方推进去，这个比较没有什么问题。还有这个地方有个地方要卡进去啊，这里忘了把它给卡进去。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啊，这边我已经把它推的比较外侧了，我们就这个时候可以来试试看，在这个情况下会比较容易组合进去啊，比较容易组合进去到这边。好，这我反正呢就是这两侧这两块部件，这一块跟这一块肩甲这个部分真的是很重要。那最后我这一款的话，因为我上面这个呢 C 型扣已经真的非常松啊，非常容易掉啊。这块部件下来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洞，上面有个凸啊，两侧都一样，把它给按下去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就是把它严丝合缝的密合一下。那这个有如滑鼠一般的一个赛星形态的大黄蜂呢，就算是变形完成了。然后其他的这些武器啊什么的话呢，就是可以啊扣在上面，有的没有的，各种诡异的外挂，就看各位怎么去发挥。那言而总之，总而言之的话呢，它的这个变形来讲的话，就是这两片部件，可能我变的顺序呢没有摸索到很到位。反正呢，如果说这个光滑面，你如果让这块部件陷进去的话，就会非常的不好密合。后面我这里我再压合一点好了，你看这个上方这里。它已经完全有一点类似是变形的感觉了啦，我不知道是我的个案呢，还是大家的情况都是一样呢。我们来对比一下先前推出的 Voyager Class 的 Artemis Prime 啊，两个的大小比例，游戏我是没有玩过，但是直观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才对啊。那就完成度来说啊，这一次的套风啊，比起后面烂尾的 OP 来说是好上非常的多了。身上的涂装给大家看一下，基本上就是一些红色的车灯博派标志啊，整个看起来的话吧，反正就没有什么很大的毛病，几乎可以说是近期非常好的一款 Deluxe 等级。就是不知道是我的玩法没有玩好还怎么样，这一块部件已经差不多被我给弄得半残了啊，这款玩具可能以后就不太可能会再给它多变形，我怕它真的就坏掉了。那如果说把玩正确的话，应该是没有什么，应该就不会有像我这样子的困扰啊。总而言之的话呢，是近期非常优秀的一款官方啊 Deluxe 等级的玩具。那这一集就给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